Okay, 我要解释 variation from five character 的 variation。So paper one，我们看到 variation 是最容易的一课，所以这边有一个答案。Okay，擦掉先。OK，我就先讲解这题。第一题，OK，it is given that R，当我们看到题目就直接写下去，R varies directly，所以 directly 我们没有看到 fraction 了，所以这些都是应该会不对的哦。所以 directly has a square root 是开根 of 7，OK。那么，find the relationship R 跟7有什么关系？那我看到了，答案就是 A，一样的。给他们的关系就是这样，varies directly。OK，所以 next 第二题，it is given that E varies inversely。OK，E varies。OK，inversely 的时候会有 fraction 出现，所以我放一个 E 先，has a V，OK，V，OK。And 一是5来的，and v is 2，所以如果我们要 substitute 进去，我们一定要把它变一个 equation，变成一个 equation。我这个 varies 我会变成一个 equal，然后我的 constant is always on the top，我要找它的 constant 出来。所以我要找 constant 的时候，k 是在上面，我这个一要 substitute 进去，所以我把一 substitute。换成五，然后我把我的 v substitute 变成二。所以我的 k 我就会找到，通常到这边的时候就不懂了怎么做，怎样找出 k？这是什么号码？这个 fraction 就是除的意思，除二，什么号码除二会拿到五？所以我们懂 k 是10。OK，k 是10。或者一个方法就是我要找一个 k，那么我要 clear 掉下面，我这边就乘二，所以我这边乘二，我这边后面也要跟着乘二，OK，因为我这边要越，越了过后它就剩一个 k，所以这种我的 k 是等于10，OK，所以到这里的时候，OK，我把我的这个formula 写下来，刚才的 equation，也就是一等于 k。v，那么我的 k 是等于10。OK，我写进去，k 等于10。现在我两个我找出 constant 了，那么我要 calculate 真正的 v 是多少？When my e is 20，所以20等于，OK，我要找出 v。OK，又是这样的问题，每次换位都会错。OK，每一次换位都会换错，然后每次都白费掉，所以要小心。所以我只要找出 v 而已。那么我要 clear 掉这边的 v，我把 v 就搬过来，这边就乘 v 就变成20 v，所以这个 v 跟 v 相遇就没了，等于10。所以现在我要找一个 v，right？所以我要 clear 掉这个20，越掉哈。所以 means that 我这边也是要有20。OK。所以我会看到我的 v 是等于 OK 越零跟零越二分之一，然后下一题 OK 我清除掉这边，OK 下一题啊，我用这个颜色，p varies 每一次看到题目都先写下来先，OK。P varies directly. OK，我是 directly 直接去 M。OK，and inversely 一定是在下面的。Has a square 是平方 of R，所以 R 的 square。OK，然后 given that the constant。OK，如果看到这样子，constant is always at the top，在 top 上面这边 Km 啊，所以 find the relation。Between P and R，OK，、okay, 我们要找他们的关系，所以关系我就把它写成 equation 咯，OK。
所以哪个答案跟我一样 ？OK， 很明显的答案是 C。OK， 接下来去看 paper two。Given that M，OK，每一次看到题目都先写下去，先好过在这边想，然后浪费时间。M varies directly，OK，directly，所以我就 directly，OK，has 这个 square root of n，OK。所以我到这边，我先停先，我看一下哈，还有我 express 就是我要把它写成一个 equation，可是它这边有号码，means that 我要找 constant，OK，所以 m 等于 constant，OK，这样子，OK，因为它是 directly，所以我的 constant 就直接在旁边 direct 嘛，所以 next 我要 substitute 进去，我先找 constant 先，OK。m 是2，又二分之一，把它分成假分数，二一二二四，四加一等于五，所以 five of the two over equal to，n is 25。OK，开一个的意思是什么乘什么等于25呢？OK，所以我们就懂这个 calculator 按下，这个是等于五，五开25开根就是等于五，所以五 k。OK，这时候我要找出一个 k，OK，means that 我这个呢，我要除 k，OK，然后我这边也是跟着除 k，要除五，不是除 k，OK 等于 k，因为分数是没有那个除的，OK，分数是没有除，所以我们把它换去乘，OK，其实五的意思呢，它也是代表着。这样子，一分之五，所以我要找出 k 的话，因为分数是没有除的话，所以我们就把它 double 过来，我们把它变成，诶，分数有乘没有除，所以我就把它变成五分之一，所以等于 k，所以我的 k is equal to OK 五一五，五二二五十，OK 再约一下，去减分数。k is equal to 五一五五二十，所以答案是二分之一。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二分之一。可是它要 express，OK，它不要找 constant，它要找 equation。所以你就是写用刚才的这个，因为我们不能用 divariance，我们要用 equation，OK，所以 m。等于 OK，我的 constant 是二分之一，OK，然后 square root of n，OK，然后我的答案就这样完了。OK，next OK，我清除掉这一边的部分。Given that G OK，每次看到题目我都先写下来，OK。这个是 paper two 的第一题，现在是 paper two 的第二题。OK，given that G varies inversely double，OK，has a square of h 的 square，OK，and G，OK，它如果给你 value means that 你要找 constant，remember inversely constant is always at the top，OK，一我直接换去 k，因为很少人会写一 k。一乘 k 还是 k，OK，所以我就把一换去 k，所以我就会写成这样了。OK，然后g is 5，OK，and h is 2。Find the value. OK，当你看到 value，就是它要你找号码，而不是要你写 equation。所以我要找出 g，所以我先解决掉 constant 先，等一下我才来 substitute。如果它要你找 value 的话，remember 它要你找 value 就是号码，OK，value 就是它要你找号码。所以当它找号码，第一个步骤我们先不要管它，我们先把 formula 写下来。formula 写下来了过后，OK。然后我们第二个步骤是找出 constant，OK，找出 constant 要怎样找出 constant？用它给你的资料，它现在会给你资料，所以
找出 constant 是多少？OK，h 它给我是二，OK，然后我这里就代替一个二进去。这个不是二乘二，它是 means 两次的意思，所以五等于 k over 我详细的解释，二乘二两次啊。OK，如果这个号码是三，那 means 你要乘两次三。OK，这个是两次的意思。OK，所以等于五等于 k 四。OK，什么号码除四等于五呢？OK，所以这下面是除，所以我搬过去变成，所以是二十，k 等于二十。OK，所以我有了 constant，现在我要 substitute 我的 value。OK，我才来 find value。By substitution，OK，by substitution，我有它给我 when，find g，OK，我们要用回这边，我有 k 了，给我找出 constant 了，所以我把它放进去我的那个 formula 里面，所以我的 k 是二十 constant，我的 hash 不懂，OK，现在它给我 hash 是十，然后还有我找出 g 的 value。所以我就代替进去十，接着这边有一个 square，明白我的十要乘两次，所以 g 等于二十，这不是十乘二，而是十要乘两次，所以我的 g 等于二十，给十乘两次，四乘十等于100。OK，我们要约一下，OK。还可以再约，通常双数跟双数还可以再约。OK，means 我再除二，这边也是跟着除二，所以我会拿到一个一 over OK 十除二，我会拿到一个五，所以我的 g 是五分之一。OK，我找到了我的 value g 是等于五分之一。OK，next 第三题，我 clear 到这个 part。Given that R，OK，、okay, 每次看题目都要拿笔开始写，OK，我用蓝色，R，OK，number、okay, three，question number three，R varies inversely，OK，inversely，、okay, 所以一个 fraction 在这边，has s，and the cube of t，OK，n 哦，OK，所以我放在这边，因为和它 inverse 两个号码，and cube of t，cube 就是立方，OK。然后，好，现在它给 means that 我要把它，我们来看题目啊，还要我找 value，所以要找 value 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一定要做 formula 出来，OK。所以 r 就等于 equal to constant 在上面，每一次找 value，我们都要先找 constant。OK，然后我们有了 constant，可以先找 constant，我们 substitute 找 constant。OK，它给我 r 是四分之一，然后 when s equal to five，OK，constant s equal to five and t 等于二。Okay, find the value of R. Okay, 先做到这里先。Okay, 所以这边我们直接认识做后面，因为我们先要找 constant 出来，然后最后才去找 value。Okay, 所以四分之一等于 k。Okay, 这个不能先做括弧的，先做这个不是二乘三，因此这个要二乘二乘二，所以二乘二就等于四，四乘二就等于八，所以这个是，这是括弧是乘的意思。OK，k 等于 k，k 五八等于四十。OK，四变四十是因为它有乘十，所以一要变什么？要这边也是要乘十，所以拿到 k，所以 k 是等于十。OK，现在我们要用回我们的 formula 这边。
Okay, 所以我弄这边 ，R 是等于 K 是等于十。Okay， 我放去我的 equation 里面。然后现在我要找 value 了 ，value of R， 所以我找 R 是多少的时候，我的 S 它给我是十。建议一下刮胡比较不会乱 ，T 是等于三。OK， 所以 R 等于十。OK， 不能先做这边，一定要做刮胡的先。有时候我说要刮胡。OK， 这个不是三乘三的意思，而这个是三乘三乘三要乘三次，所以要背啦。OK， 所以 calculator press 一下或者可以用背。OK， 所以我们会拿到一个339932。OK， 来到一个27，给我写过来。OK， 我的 R 我会拿到一个10。OK， 这是270，或者是可以直接约，我就可以1/27啊。OK， 零跟零割掉，所以我的 R 我会拿到1/27。OK， this is the value of R. Okay.